锦州市犄角旮旯胡同里啊，隐藏着一家啊开了30多年的回民小饭馆。他家的主要特色呀，就是各式各样的锅仔系列，还有酱羊蹄儿、烧麦、各种炒菜、各种炖菜，太实在了，太亲民了，太解馋了，哥儿哥呀太得意了，好喜欢。大羊蹄儿啊是13块钱一个，烂的80多岁老太太呀没牙都能吃啊，软烂脱骨啊。我想挑战一下我的软肋。他家呀一到饭口是高朋满座，座无虚席，一屋啊全是酒蒙子。他家的筋头巴脑锅啊是60元一大锅啊，满满的全是干货呀，都是大块牛肉啊，太解馋了。小肉啊跟你炖的是稀烂呐，小味儿啊是脑脑的，那真香啊。 Nice。他家的乱炖锅啊，小牛肉啊跟你炖的是真烂乎啊，兄弟们呐。乱炖锅是又下酒又下饭啊，老少皆宜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喜欢。哥哥呀，这吃的这照的，大嘴连马呀，不顾形象照美了，都吃出好来了，又找大拇哥了。哎呀呀呀！他家的特色菜干煎油块鱼，给你煎的是外酥里嫩呐。给你煎的是金融环啊，兄弟们呐，那真香啊。干煎油块鱼啊，给你煎的稀疏蹦脆呀，真香啊，兄弟们呐，我是不撒谎啊。这小油给你煎的是真香啊，兄弟们呐，酒鬼福音，太好了。来他家呀可以随便喝酒啊，没人管呢，兄弟们呐，他家的伞搂着都挂杯呀，哥哥大腿张的都喝出好来了。你真棒、你不会嫌弃我吧？当然不会。他家的小烧麦啊是皮儿薄馅儿大呀，满满的一兜啊都是牛肉啊，兄弟们呐，牛肉馅的烧麦能不香吗？小味儿啊是脑脑的，太好了。一个肉丸的牛肉馅烧麦，金准儿，牛肉馅烧麦呀是真香啊，兄弟们呐，老少皆宜呀，锦州市人民大人孩子都得意呀，太好了。俗话说得好，馋人爱喝汤，懒人爱哼哼，我就得意汤啊，小牛肉汤是真鲜呐、啊，兄弟们呐、啊，大块牛肉啊太解馋了。过来呀、啊！小牛肉汤喝在嘴里呀、啊、是真鲜呐、啊，兄弟们呐、啊，吃还得吃回民馆子，回民馆子的小菜啊太得味了。老板娘太好了。哥哥左一碗右一碗都喝出好来了。俗话说得好，有荤就得有素啊，兄弟们呐、他家的小花生人啊都是农村家庭妇女造的，纯野生纯天然纯绿色，是不打农药无公害呀。老板娘太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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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的妈，我的老，太好了！今天你馋了吗？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